今天白天哈，我们可以enjoy到完全不同 feel 的 lecture。晚上哈，我们也来吃一吃这个哈好菜好酒哈，大家哈聚一聚。世界大学的 QS 的排名，北一名列全世界第362名，这应该给北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感谢所有校友对母校的支持。16年来，今天是我让我最感动跟最激动的一天。北一一定会更好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。非常感动啊！北一展现一个新气象，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今天是成功的，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，让我们北一越来越好。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。未来20年呢，台湾医学最大的进步啊，不是发明新药、新仪器、新技术，而是把目前经有的管理技术啊引进医学。我希望我们是医界还有跨专业的合作，甚至是长照界、社福界一起来。台北医学大学不只是在国人的健康、国际的医疗卓有成就，在我们医学教育、医师人员的培养也非常有贡献。未来在国际医疗上，一定要再借重我们北医大的所有的校友的努力哈，还有我们的医师们的贡献。这一次医师协会高峰论坛办得非常非常成功，我觉得是杜院长、杜理事长领导有方，然后我们永丰兄啊真的是竭尽心力，然后呢这个对真的是办得太好了。我们的医师协会呢，在杜理事长的领导之下能够更茁壮，然后能够为母校能够做更多更多的贡献。在大家这无私的奉献之下，那这个协会呢一定会成为一个北医人呢大家共同的一个平台，来为学校，来为我们所有的学弟妹，然后为我们的学长们，为我们的校友们来服务。在全国私立大学，北医是全国第一名。最近学校也新建了一栋军卫楼，我们校友总会跟学校的校友服务中心合署办公，我想未来绝对会提供给校友这个最好的服务。也希望校友们常常回到母校来聚会联谊啊，再次感谢校友们对母校的支持。跟校长拍一个大。北医从这个1960年成立到现在呢，也48个年头了。3个学系开始的一个台北医学院，现在是一校6个附属医院、11个学院这样的规模，总共有6500个学生。在国际化是北医推动的一个重要的主轴，希望透过这些跨国的这个研究合作呢，提升我们北医的这一个学术声誉，还有我们的学术影响力。北医在台北市哦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医疗机构。那事实上，包括万方医院跟台北医学院的总院哦，总院自己哦，就有2个大的医院在我们台北市里面。那我们台北市在推行这种医疗卫生政策的时候，也非常需要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给我们的协助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你知道哦，让这个长照2.0哦，在台北市可以首先哦，是能够落实施行哦，这个大家一起努力，谢谢，加油。其实市长讲的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论坛哦，也请了卫福部的官员们讲长照2.0，我们也很落实，我们医师协会已经捐赠给万方医院哦，20几万哦，就用在长照。好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加油。